ういうふうにですね、人間死んでいくときはですね、日頃の応援とか、ね、人間の命はね、応援が一応同じように願うのに一人一人違うんですよ。そうすると、ね、この死に始めにこういうふうに少年になる人もある。これは結構な人なんです。これめでたいめでたいめでたいしな。で、無病状してる。そういうことにですね、一個感じないです。全く意識に入らない、意識にかけない、そういう状態の人もある。今度はクルーズ。これよ。みんな心配されるんでしょ。あんな人、日頃のあのようなね、妙高人が死にがけにこんなことになってしまったと。あれば本当の王女あんなことでできないだろうなんていうでいろんなことを考えるんですよ。これ狂乱王女です。で心の中でですね、この仏を常来光を念じて口に一言も念仏しない、そういう状態も出てくる。なぜならば口に感電できたら念仏、照明念仏できないですよ。だから心、それでも念仏せんからって言って心で念じておるわけです。これ、いずれもそういうことには要素には関係ないと。これだけ。就是呢，因为时间也到，所以我们就是从这个呢，最后呢是讲到在这个呢《安心决定操》里面呢，有讲到呢。这个往生呢，这个凡夫呢，有四种往生呢、啊。为什么有这种四种往生呢？因为每个人啊，造的业不一样，每个人呢，无始以来带来的业力啊不一样啊，所以那个业力呢，在他那个临终的时候会现前呐、啊，业障会现前呐、啊。所以呢，这个临终的时候呢，能够正念往生的人呐、啊，那是呢，真的是很有福报的人呐、啊，能够正念往生呐、啊，啊，那么呢？但是呢，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正念往生的呢，也有这种无际往生的。什么是无际往生呢？就是你刚才说这种意识分明的人呐、啊，这样的，因为呢那个是业障的现前呐、啊，所以这样的人也可以往生，那个叫无际往生。一种是慌乱往生呐、啊，就是说呢，他平常非常非常的虔诚呢，可是到他临终的时候呢，突然好像精神错乱那样子。这样的人他也可以往生，但是我们凡夫呢？我们凡夫的人呢、啊，看到这种慌乱的人呐、啊，啊，那个人呢、啊，平常那么虔诚，怎么会那个临终的时候会慌乱呢？好，凡夫就会起这种疑心呢、啊。其实那是没有必要的，因为那是一种业缘的现前而已呀、啊，好，业障的现前呢、啊。这样的人他也可以往生的、啊。另外一种是意念往生啊，因为每个人呢。不是呢，不是，就是说那个往生，因为每个人，就是说，像有的人他如果得了这种癌症啊，那个，就譬如说他在这里开个洞啊，只是用鼻管呼吸的，这样的人你说叫他念佛，他念佛念不出来啊，他念在心中啊，所以那个叫意念往生啊，所以呢，就是说呢，好、啊，这个正念往生、无际往生、狂乱往生、意念往生啊，往生共分这四种啊。所以我们凡夫不能以这个肉眼啊，好去看那个念佛的人，看他们临终哈死的样子，然后就去评断那个人没有往生，那是不对的，因为他死的怎么样死，那死的情况不论怎么样都跟那往生没有关系的、啊。啊，好，讲到这里，时间已到了，刚好是四点。